欢迎节目主持人丁文琪先生。谢谢谢谢，非常的感谢感谢爱和咱台湾歌谣的好朋友，因暗来到现场看一场演唱会，说的是文琪。民国35年开始，有真侪名作词作曲家做过真侪好听的歌曲，包括柯照、杨三郎、张曲东雄、姚赞福、林礼涵，也佮有吴振怀、周天王、叶俊麟、洪一峰、文戏，因创作真侪好听的歌。伫咧咱阴暗的节目，咱顶半段呢，就以柯照先生的这个作品为主。佮另外特别邀请到柯照的学生赖福助、林秀珠，也佮有少年的歌星陈思安、蔡义德来唱柯照的作品。另外，也佮有50年代真受欢迎的歌星林峰。柯照在民国35年回来台湾了后呢，伊就用心研究台湾民谣，创作歌曲。伫咧短短几年当中呢，也有创作了《南都之夜》，也佮有《夜半路灯》《初恋日记》，也佮有《锣声呐响》《安平对响曲》，拢是足好听的歌曲。伫民国38年，文夏跟随着柯照老师到屏东的恆春采谱，迄个时阵是要采一首恆春的民谣，结果尾啊经过女社的女中介绍熟悉，当时只有40岁的陈达来弹唱着这首恆春的民谣。那么这首民谣呢，是大家非常熟悉的《思乡记》。伫咧咱音乐的第一个节目，第一首歌，就请各位来欣赏这首《思乡记》。咱欢迎陈思安小姐，大家拍一下，欢迎陈思安，谢谢。思乡记，日头思来爱都满天红，红了那过去爱。
也谢谢我们的舞蹈老师，徐石老师的家属，咱的考博士，阿哥有在场所有的贵宾，大家好，我是陈思安。拄啊唱的这首歌曲，其实是古早的民谣，但是因为考教老师听到这首曲调真水，所以甲伊采谱，才有这首歌，予咱安尼传唱落来。我感觉柯教老师伊个生命个历练非常非常个丰富，对日本到台湾，所以伫个伊个歌曲内面有真济融合了日本甲台湾真幼稚个感情。所以来，思安想要来分享这首歌，我感觉这首歌写了有够水个，伊个曲甲伊个词拢写甲真水，形容伫个初恋个时阵迄个滋味，予咱做伙。来回想到在你咱初恋的时阵是什么款的气味？初恋日记，谢谢。想
香，琴声细细就是就是的第一歌，第一歌是这样的啊，温顺这样的啊，水思安期许自己是一个老歌还有好听的台语歌的传唱人。我所有来介绍这首歌，这不是靠这个老师的作品，但是他好清楚是台湾人的另外一首国歌同款。伊三生的时间是伫1992年九后的心声，也因为这首歌，和二姐将会，咱台语天后二姐将会翻转伊歌唱的感觉，到另外一个无同款的境界。但是伫两年前吼，雄雄二姐将会说讲伊要封麦，啊，因为虽然曾经。在一个魔王大道的节目里面，我模仿过二姐江蕙，很多人都感觉我的唱法和感觉非常的像，啊，他现在雄雄封麦，所以我也要变成是江蕙好歌的传唱人。好，现在坐下来我就来介绍这首很有感情的歌，酒后的心声，谢谢。山明海誓咱人人有酒醉，为怎有你偏偏来变卦，我想袂晓有你哪会这喜欢，欺骗了我刺激着我，就相信我，最后的结果也是无卡抓，人生行就到雄雄一嘴饮好茶，上好醉是卖到心情嘛，人会知影，酒烧酒有了解我。
山明海色，咱人人有酒泉，为怎样你偏偏来变卦？我想袂晓有你哪会这奇怪，欺骗了我，刺激着我。你爱伤心我，最后的结果也是无卡怎？人生行就到，雄雄一嘴饮好大，上好醉是卖到我。请你不免同情我，酒若落喉，痛入心肝。伤心的伤心的我，心情无人会知影。酒烧酒不了解我，啊，我无醉，我无醉，无醉，请你不免。酒烧酒了解我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感谢陈思安，因为贵宾真多，啊来支持老歌演唱会，我即马啊介绍柯哲老师伊的家属，柯哲钦博士，啊咱徛起来，大家拍一个手吼，感谢，谢谢。也叫咱杨三郎老师的家属，啊，请你起来，给大家拍一个手啊，谢谢哈。吴振华的太太高小姐也来到现场，谢谢，感谢。也个叶俊林的查某囝坐伫咧倒位，谢谢哈，特别好。也个丁武贤的孙毛来。柯哲老师也对日本回来台湾了后呢，伊就非常也用心伫咧研究也台湾民谣创作，也阁做着转性的巡回，以及着采谱。那么伫咧伊嘛继续伫咧创作歌曲，尤其是创作一首《南岛之夜》，更加非常的轰动。那么这首《南岛之夜》呢，本来的歌名叫做《新台湾继续歌》。这个歌曲在文学也有跟柯哲老师学唱歌，另外林聪也有跟柯哲老师学唱歌一个月的，一个月的。因两个人伫咧读高中的时阵呢，就捌看到也柯哲老师巡回现场也即块《南岛之夜》。那么即块《南岛之夜》流行了后，柯哲老师的作品也嘛是伫咧流行。啊，所以讲伫咧民国也七十年代呢，就足侪歌星也拢有也提柯哲老师的即个歌出来定唱，包括讲咱
怀念的歌星也凤飞飞，我那有定唱柯哲老师的《锣声那响》。在咧夜晚第二首的歌曲，咱就来听一段《锣声那响》。咱特别邀请到少年的歌星蔡义德来跟咱献唱，来大家拍拍啊，欢迎蔡义德《锣声那响》。谢谢。大家好，谢谢。想着心酸，目睭打乌云，话要讲叹一阵，卡使心头乱纷纷。想袂出真情失了魂，锣声那响，锣声那响，唱得你归归。船机，不甘阮你目睭盯着伊，话要讲叹一时，假使袂讲后生甜，怎把你来安心？锣声那响，锣声那响，唱袂离开。离水，爱人啊，船袂开，吐出大开，阮要吹开开。一声沉重小安慰，心讲转来再做对，情相累，心肝像吃味，何声那样？锣声那样，袂得来相随。锣声那样，锣声那样，袂得来相随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大家掌声。各位好朋友，大家好。啊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啊，我今天请你有缘投，有吼。啊，因为我是外号叫做行男，行动不方便的男人哈。啊，今天非常欢喜。啊，唱了柯哲老师的歌吼，我特别感动，因为我最爱伊的作品，自细汉就陪伴我。啊，唱伊的歌，听伊的歌，不但感觉伊的文字诗句写得足好，包括旋律非常优美，所以我对伊的歌特别作喜爱。啊，今仔有这个荣幸啊，来遮唱伊的作品，啊，内心当然啦，有足侪感触吼，感觉一个真正对台湾文化这么有贡献的人，写这么好的物件，然后咱一代一代
传落去，安尼感觉非常欢喜。所以希望所有何炅老师的歌，大家嘛拢会介意。谢谢大家。继续，嘛是同款要带来一首歌，我非常好听，《江都夜雾》。谢谢。用的刀子，路顶星星照着水滴，氤氲心底，青春难觅，不知自己要行到位去。啊，漂流万里，江都也有小。当时踮在船边，讲甲甜蜜甜，真正希冀伫我情意煞来疼阮你，不知何时会再相见，真情难挂念。冷冷切着阴晴照亮的日影，为着流星飞了关心海面做家庭，我的心情为你牺牲，你若袂有名好听无？有加一味烧声啦，因为连续感冒一几礼拜吼，但是也无好，袂要紧，为着要唱这首，豁出去了。啊，今日非常欢喜，多多包涵啦。烧声有啊是缺陷的，就亲像我坐轮椅同款，虽然行动方便，同款真怕病。谢谢。继续，要带这首歌啊，相信足侪好朋友拢听过。啊！我从细汉就爸爸妈妈咧甲我请用，相信在这所有好朋友啊都知道，爸爸妈妈抚养我们、教育我们非常辛苦。不管我们遇到什么困难，永远在背后支撑我们、支持我们，永不放弃。我的妈妈也是安尼，所以继续要带这首歌，谢了大家，心头吧，谢谢。自由好
在要过活，就爱找因头。我若要出外，上烦恼是妈妈，身躯一领衫，想你双手一掌一线，人生一条路，一步一步牵阮行。我若送你心痛，我若要你担吃，我若哭，你的目屎就止袂干。我若跌倒，亲像针插你心肝，我恨什么命？我该什么命？我怨什么痛？倒甲痛，嘛是因为我是你的心头肉。酒欲尽，伊风不停，酒欲要靠我，就爱找因头。我若要出外，上烦恼是妈妈，身躯一领衫，想你双手一掌一线，人生一条路，一步一步牵阮行。我若受你心痛，我若要你甘吃，我若哭，你的目屎就止袂干。我若跌倒，亲像针插你心肝，我恨什么命？我该什么命？我怨什么痛？多加痛，嘛是因为我是你的心头肉。我恨什么命？我该什么命？我怨什么痛？也是因为咱拢是妈妈的心头肉。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谢谢，感谢蔡依德，谢谢。这少年的来唱老歌，这是一个传承。因此，伫咧咱音乐的演唱会呢，特别邀请两位少年的即马当唱的歌星来演唱。柯杰老师也伫咧进入歌坛进前呢，也有去日本学音乐。那么，同款。有去日本也学音乐的吴振怀也回国。在咧民国46年，柯照呢特别为吴振怀办一场，也就是伊的作品的一个发表会。柯照先生甲吴振怀会当讲是台语歌坛创作的好朋友。那么另外一位
也是同款，有去日本也发展音乐家林礼涵，会当讲是一个真重要的音乐家。伫咧咱早期黑胶唱片、黑胶唱片的这个编曲，大部分啊林礼涵所编曲的，因为编曲无闲啊，所以讲伊创作的歌呢也比较较少。但是呢，伊有一首会当讲是林礼涵的这个作品的代表作，叫做《送出旁》，这大家拢知影。伫咧阴暗，咱特别邀请伫咧五十年代古白秀女郎里林峰演唱这个《送出旁》，各位来宾，那你来个掌声，欢迎林峰的《送出旁》，谢谢。感谢，非常感谢现场咱这贵宾啊，咱这观众朋友
今日这个古早味的台湾歌来这个捧场，非常感谢。这边那个柯照老师所谓杰作的所作词作曲的每一首的歌曲，大家拢也过是非常怀念的这歌曲。每一个歌手呢，一直在这来献唱，大家来献听收听。大家拢会怀念过去，咱古早味台湾歌拢会放一挂这柯照这怀念的歌曲，在这来献唱，继续为你来献唱。我早期所惯唱的歌曲，曲名叫做《旧花香的流浪儿》，大家肯熟悉，谢谢。
多谢，感谢咱这来宾啊，给我拍破声，非常的感谢啊，非常的光荣，小弟今有这个机会，当站在这个舞台顶啊，继续在这唱着啊，所怀念过去所惯的唱片啊，所怀念的歌曲，和大家来欣赏，非常的感谢，谢谢，感谢啊，谢谢。继续各位的来唱，也是咱啊五六当中的所怀念的这个歌曲，曲名叫做《暗淡的月》，感谢，谢谢，谢谢《暗淡的月》。无论你怎样要娇媚。
徛你遐，不免看念阮的将来，做着一个人应该的。多谢，感谢咱这来宾啊，给我拍破声，非常的感谢啊，非常的光荣。小弟今日有这个机会，当站在这个舞台顶啊，继续在这唱着啊，所怀念过去所惯的唱片啊，所怀念的歌曲，我大家来欣赏，非常的感谢，谢谢，感谢啊，谢谢。继续各位的来唱，也是咱啊五六当中的所怀念的这个歌曲，曲名叫做。暗淡的月，感谢，谢谢，谢谢暗淡的月。无论你怎样要求。谢谢谢谢，我看搁再拍一波啊，加油者，谢谢。
难得讲这个77岁高龄林峰，77岁啊呢，爱给我拍手啊！所以讲听老歌演唱会，啊，咱请到原主唱，拢是70、80岁高龄，咱来听因唱，因用气力唱，看因身体健康，啊，咱甲支持。啊，所以讲这個、老歌演唱会，我感觉真正需要咱长辈时代呢，爱支持安尼，爱捧场，安尼才有人要继续办安尼。感谢，谢谢。在民国40年代呢，考照又开音乐的教室，而且还培养到几多位学生，包括到黄敏，还有文熙，还有张英、颜华，这拢伊的学生。在咧17岁，就跟随考照老师学唱歌，会当讲是50年代考照所有的学生的一个代表林秀珠，大家拢知影。伊今日特别也准备着3首考照老师的这个作品，咱即马热烈掌声欢迎林秀珠，首先带来第一首歌曲《行船人》，大家拍鼓啊！林秀珠，请，谢谢。谢谢啊，各位来宾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啊。本来这首歌爱用心改唱，因为啊，柯九先生呢，我的文书呢啊，今日有这个机会，一旦啊，各地国父纪念馆啊，来代表着阮老师的歌曲来发表啊，我老师真正是作为一代
啊，伊的歌曲呢有真多吼，我拢有当时啊吼，拢无唱到真多吼，时常咧唱的歌。今仔伊是特选到伊的啊古早的歌曲，大家较少听的歌，所以吼有一点啊紧张啊，今仔唔拄我出错去咧，希望恁多多原谅。非常的谢谢。我嘛真有福气啦，会当唱到阮柯九老师吼，伊所作曲的歌曲。当时我灌入这个唱片的嘛是三下无来哦。伫个民国48年的时阵啊，迄个时阵呢，我才4岁尔啦。啊，所以吼，迄个时阵伊就做三下无来这首歌原曲的名叫做《抒情丸》。所以我会当灌入。民国55年灌录《三声无奈》这条歌曲，会当轰动，嘛是老师做这么好的曲，啊，会当好啊，唱这条歌，会轰动咱全省，甲起码嘛老少咸宜，对不？大家嘛拢最爱听着《三声无奈》，大家拢最爱听对不？不过呢，今仔日吼，感谢各位呢，继续甲我支持甲捧场，所以这首歌曲呢。今天我是没唱吼，每一遍拢爱唱三声无奈，啊，所以今日代表老师我够足济啊，所以今日唱一条《酒家里》，所以我今日真欢喜，阁真感谢老师呢的栽培啊，所以伫这个所在也甲老师这个纪念呢啊，特别吼来唱伊较济歌曲吼，啊较资深的歌曲，希望恁爱听，感谢《酒家里》。
谢谢，非常感谢各位。啊，这款歌唱了到底拢足怀念的。啊，尤其早期的歌吼，愈听是愈好听。啊，尤其是咱柯哲老师呢，伊做的民谣非常的深。因为每首歌你好好甲伊唱，好好甲伊运送，会感觉讲啊，确实讲头歌民谣的歌谣，确实讲足。好听的，所以讲，我会当戴老师来唱了这么多好的歌呢，也是当时老师对我有栽培，所以唱起来迄个味啊，迄个味道总是有一点啊无同。因为当时我是甲老师咧练习的时阵呢，甲老好做啊，啊江英啊，我即个咧练习的时阵是拢用个声格的声音、美声来发音，所以老师会。哎，这个指导非常的严格，所以今日有这么小小的成就，也是老师温叔啊，伊对我哎这个教习，甲教阮虔诚的，所以我直接嘛感谢我的老师，直接感恩老师。啊，第三首呢，啊，我嘛是要来代表的老师的歌曲。老师这首歌曲呢，《青春的轮船》是啊，迄个当时呢。尤丽花小姐啊，甲魏少鹏哦，伊有拍一出电影吼，《回来安平港》内面呢，这个主题歌有两首，《安平回来》回来回本，哈，《安平对上客》，啊，佫有一条是《青春轮船》的插曲，当时嘛是电影内底我来主唱，所以今嘛我来，真久无唱啊，几啊十年无唱，来唱这首《青春轮船》老师的作品，谢谢。
谢谢，感谢林秀珠。伫咧民国48年左右啊，然后做伫咧广播电台，听到柯石老师呢要招考歌手，伊就去报名，结果呢也就录取，跟随柯石呢也学唱歌，而且后来伫咧柯石。所经营的大王唱片也灌落到第一代唱片。佮另外，伫咧49年了后呢，伊也跟随柯石老师去到台湾也转型，吼去演唱，也去采取一挂也地方的即个民谣。老祖佮柯石老师学唱歌，当然受到也柯石老师。也创作这个民谣的这个应用啊，所以讲伊对着创作也嘛是非常也有兴趣。所以讲伫咧伊退伍了后呢，伊就开始创作。伫咧民国57年，伊就甲叶俊麟也创作一首大家知影吼《安东哥买菜》，会当讲非常的受欢迎。那么在音乐，伊将带来两首柯石老师的作品，一首《夜半路灯》，佮另外一首《台南三景》。这个歌呢，会当讲足好听的，大部分咱朋友呢拢毋捌听过，甚至讲伫咧广播电台，也嘛真少放上这个歌。咱今日真正有逆福，会当来听这个。歌曲，另外也佮伊家己创作的歌曲，咱即摆呢也着，予咱来也先听一块，也是陈福助伊所创作的歌曲《红亲母亲》，老伯拍车恁来，咱欢声欢迎少年兄陈福助，谢谢，谢谢。少年少抓无，哎呦，无无真艰苦，清清采采搁娶一个某。人讲一个某，哎呦，脚好三个天公作，哎呦，爱姑水甲无香蜜通水，爱姑白甲无洗脚。水无酒嘛天天醉，嘿爱无惊无苦，三两家阿甲无苦，不惊老母老，放老母在做老婆。哎呦，红亲母亲是老婆拍。
囡仔来忘袂断，饲母饲甲肥准准，饲爸母饲甲剩一支骨，唔通细汉爸母生，大汉爸母生，唔通细汉母仔惊，大汉变成母的惊，我劝拢总少年家。红亲母亲是爸母应该搁较亲，唔通放老公我伫打架顶。谢谢谢谢，感恩感恩今天的诶，长官来宾，诶，真侪好朋友，甲我诶奖励，遐侪抱啊声，谢谢，谢谢，甲小刘抱啊声，会记诶头一摆上台，第一次上台，甲即马目一个呢，一假期。60年过去了，好快，跟他做几的代志，在那个时候是真正的小刘，到现在还是小刘，真袂变小，很不要脸哈、哦，但是不要多了，台电哦，就是啊，要年轻，要活泼，所以我的台电哦，讲起来做卖面呢。卖面无卖心，吼、哦！啊，感恩大家的光临。第二首都在讲过，《夜半路灯》也是柯九先生第一的杰作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
谁人知，忧愁谁人知。谢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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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。我伴舞很少用到右 key 耶，以前的伴舞都是用扫珠啊。这一次伴舞还有3+1=4位哈，因这个格是20多，四个加起来，跟扫珠啊差不多回。其实许石先生跟这个杨三龙先生，他们两个的交情非常好，而且他们的关系非常的密切。杨三郎先生他是学这个爵士，他是吹小喇叭，那许石先生是留日本，所以回来啊，他们互相的爱才，很自然就变好朋友。啊，杨三郎先生就将他的阿姊的祖囝介绍给柯九做某，柯九说了爱叫伊阿姑。他们三方面都很高兴，但是柯九因丈母很不高兴，伊骂杨三郎讲：“哎呦，小弟呀、啊，小弟呀、啊！”你都在本歌吹，都在吹，你搁介绍一个唱歌啊？当时的社会形态是这样子，没有错。吼、哦，啊，较早都讲上衰，啊，嫁到剃头本歌吹，这时代不同啦。现在嚯、哦，最先进的、最流行的、最夯的是歌手，是艺人，对不对？美国总统那雷根都艺人出身的吼，很多贤能的人都是艺人，时代不同吼。啊，今天真侪好朋友伫啊，我咧落卡坐遐哟，啊，落卡哟，是吼、哦，没有错吼、哦，啊，远远看无咧，哦，啊，阮曹清兄吼，啊，佫今天真侪好朋友，啊，刚刚院长也来了吼、哦，很多的好朋友，吼、哦，好，啊，无继续。过来唱这一首啊，压箱的好歌。其实这首歌已经过70年，在现场好像没有人唱过。70年，伊歌名叫做《台南三景》，台南三景。谢谢，谢谢。
欢听潮声雨水，海天日暮，万年雨灯已在城边颤照，引得身世凄凄。风情风情，一桌百年品，每月不明，沙漠红尘，一世英雄热血燃成。向北南，梅花铁骨软，心寒。花是浪漫，春雨泥漫，只是孤城。在咱下半段的这个下半场的这个节目，也除了讲也有柯哲老师的作品以外呢，也够游三郎、丁武贤，或者姚振福、江中青、吴振怀、陈达如、周天王，这咱拢是真熟悉。那有咧听老歌呢，拢知影。也够文戏李金秀也因的作品啊呢。那么我即马就安排头一首，这是郭大成老师的作品。青蚵仔嫂，咱拍一波欢迎丽娜小姐，青蚵仔嫂，谢谢。别人的阿姑老是穿西米露，阮的阿姑老的是袂穿哟。吃笑话是免惊无，别人的阿公是烟斗仔长，阮的阿公话是目睭大汤，生做是猫是变圆盘，人讲歹话是吃袂空。阮的阿公阿话是拳头脚斗，运命好歹是无计较，哪有阮这阿话是会手头，别人的阿公阿话是大声闹，阮的阿公阿话是拳头脚斗。
一那话是会出谢谢，咱在座各位亲爱好朋友，大家好。人哦，人咧讲吼，老人唱老歌啦。我今仔日人啊，有这个机会，甲有这个福气，来到咱国父纪念馆遮，唱歌给咱各位亲爱好朋友听。唔知我的歌好听无？我带唱一首歌曲吼，就是迄个郭大成老师，伊做予我唱的歌曲。啊，我就讲讲老人唱老歌。我今日所要唱的歌曲，拢是迄个古早古早我家己所灌落的歌曲。即马第二首歌曲，就是这个《布袋戏红》啊，黄俊宏先生做予我唱的歌曲，歌名呢是《乌玫瑰》。谢谢，谢谢。
谢。哦，玫瑰，这首歌曲吼，迄、那个较早迄个黄俊宏先生，伊演迄个六合三杰的时吼，这条歌伊歌名唔是叫做《哦玫瑰》，咱呐爱唱歌去卡拉 OK 吼，唱歌的人吼，这首歌伊歌名就是《多情的玫瑰》，多次的玫瑰，爱知啦吼。即嘛第三首歌我要唱的是古早古早。是这个文夏老师伊家己所有灌录的歌曲，后来呢，咱这个吴影老师伊才做，搁另外做一个版本，做一个歌词给我唱的。这首歌曲的歌名就是《飘浪之路》，谢谢，谢谢。谢谢感谢雷娜小姐，青蛙社真侪人灌录，雷娜是上届大声主唱的。另外，欧玫瑰本来号做多次的玫瑰，也是雷娜是原主唱，上届大声灌录的。拄只所听的《飘浪之路》，这伫咧七十年代呢，电视剧的制作人吴影。也即有搁在定天书，啊，当时即个《飘浪之路》呢，也是咱国宝的歌王文夏，也伊的作品。伫咧读高中二年，文夏啊，高中二年就做一条歌，确实呢，非常的无简单。拄只我讲民国四十六年，吴振怀对日本登来台湾。柯哲老师呢，有特别为也安排了一场伊创作的歌曲的一个发表。
在那场发表会呢，也阁有文熙、江英、甲颜华，拢是有参加呀演出。郭振华也等来台湾了后呢，当然就认真创作着伊的作品，尤其是等来无偌久呢，伊有写一条大家非常呀熟悉《关阿娘之恋》，这大家拢知影。那么咱也刷落去，就来听这个《关阿娘之恋》。咱邀请到梁山兄，也是阮电台的前辈，梁山兄为咱唱这个《关阿娘之恋》，谢谢。谢谢，谢谢，很漂亮的小姐伴舞，啊，我看到冰冰哦，因俺来欣赏，因为吼、有恁，就会让咱台湾的文化活起来，因为有欣赏的人，才有歌手、有乐队、有编曲、有规组的安尼节目的进行，所以恁。用您的钱、时间来捧台湾的文化，做伙把咱台湾的文化发展起来。谢谢银安恁的光临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啊，我会当尽量，我用我上水的声音，啊来演唱各位所爱听的歌曲。这就是
整个的社会里面的演变。我现在要唱的一条歌就是爱，不是占有，爱是付出。所以懂得爱的人，他今天因为爱对方，所以他希望对方可以幸福。这是我一个好朋友他写的，他前几日过往去了，我那足济岁了，八十几岁了。所以我来唱他的歌时，感受到他对爱的付出，真愿请你收听，你不要听过，谢谢。相处已经这多年，离开总是会不甘，你忘掉我无别恋，谁人情我放，我也爱你幸福，世人要卖怨声，何必明白谁人情愿放，我也爱你幸福，我把心愿扭情来断，就好了。占有的，所以当地知影伊个所爱的人为着环境的关系，要来离开伊的时，咱袂当会幸福，嘛祝福伊会当过着幸福的日子。所以情愿这首歌，这是足有意思。所以懂得爱的人是懂得付出，当地对方伊有幸福的对象的时，你应该很坦诚地祝福他，让他幸福，让他快乐，这是爱。爱爱的和声，我有写一条歌，这是张宗英伊半暝拍电话给我，伊讲叫我赶紧下当伊的电视也要主题曲，讲叫我管写一个安尼。啊，因为我平常时也无啥爱。当这个五山坡安尼吼，啊，形容伊讲要爱，啊，怎样讲爱和声，将家己本身心肝内迄种，迄个对爱的气球，
迄种诶爱，大声甲吼出来啊！希望各位恁我真勇敢，当伫有爱对象诶时，爱诶呼声甲吼出来。谢谢，为各位演出。金门的船的声，看走着凄凉的小吹声，哀怨的歌声，怨念我心声，痛苦的声，悲惨的声，断肠的声。心碎的声，交响着扬声破声，叹的哭声。啊！这就是，这就是我。找着凄凉的小吹声，哀怨的歌声，怨念我心声，痛苦的声，悲惨的声，断肠的声，心碎的声，交响着。好声，又讲吼，这作曲张宗元也所作词的。在咧民国四十年代，如果那是做音乐的工作呢，并不是一件讲会当赚钱的工课。所以讲在咧当初考照，或者是讲杨三郎这一挂音乐家。生活大家拢真艰苦，啊，所以讲，柯哲老师呢，伊经营大王唱片，啊，同时佫开音乐教室，啊，来教学生。杨三郎伊就经营乌鸟歌舞团，听讲这伫咧较早呢，也非常的出名。生活虽然是艰苦，但是不停的创作，不停呢做一挂真好听的歌曲。但是在四十年代所需要这个歌曲的量呢非常的大，所以说他们的作品呢也不够用，因此都会再拿到民国二三十年那个时代的这个作品呢要来使用。比如说郑武贤已经出名的吼，四季风、月亮树、望春风，或者是讲乌鸦花，这真出名。这就是二十几年前的歌曲。那么在二三十年前，郑武贤甲着李林秋，在这个年代呢，有合作做真多，会当讲是真好听的这个歌曲。所以讲，继续落去，我就安排一首在民国二十几年代。
耶稣创作的歌曲，叫做《一个红蛋》，真好听的歌曲。咱热烈掌声欢迎李静梅来给咱唱这个《一个红蛋》。谢谢。鼓励掌声，冰冰你好，真的很高兴你今天能够来参加看我们这场演唱会，谢谢你，也很高兴能够看到很多的好朋友啊，真的现在哦，想要唱歌有当时也很可怜，因为我年轻的时候有跌倒过，所以呢站不久走也走不远，这一次真的非常感谢我们这一个总监，也是我们的执行制作刘国伟刘老师，真的谢谢你国伟，谢谢，还有我们的文琪，他们都很好的啦，他知道说我在台上没在这站那么久，所以特别在台上给他穿这个衣服多少，因为我真的很久都不敢出来唱，就是因为身体的关系，然后他跟我讲说没关系理解，真的我们一定要听听你的台湾歌谣，所以你做你来我紧，我舞台顶一定会给你传一块衣服给你坐，我想敢有影啊，结果今天来真是很感动的、哦、谢谢大家，谢谢你们，好听的台湾歌谣刚刚你们已经听很多了，继续我要介绍的这一首歌呢，当时是一首禁歌
啊，这个作词作曲的人就是江中青老师，因为伊的动小本了就好诶。因为阮爸爸吼，伊嘛是台湾省交响乐团的长笛手，伊都学了我甲足赞叹的啦。伊讲江老师吼是真怕算，伊拢无教学生呢，所以吼伊的动小拢无流传落来，伊的足特别的迄个手指的技巧，他说真的好可惜。所以我就在想。以前这一首劲歌都不能唱，现在我们还可以在这么大这么漂亮的殿堂里面介绍这样一首歌，我们后辈有幸来演唱，真的这一些长辈留给我们的文化资产，我们真的要好好保存。所以今麦就要请大家来欣赏这首《春花望露》，谢谢，谢谢大家。大家给我鼓励的掌声，贵姐在台语歌谣哈。啊，谢谢。啊，美国回来看我，谢谢，真的好感谢你，真的好感恩。其实我现在脚麻的，整个是真的像我自己没有低头看，真的像大象腿。知道我是谁吗？杨燕啊，杨姐，感恩你啊，谢谢哦。我去纽约的时候，真的，你知道他要开四五个小时的车出来耶，他就这样过来陪我们，真的让我们非常非常的感动。继续，最后呢，我再安排一首歌，这是我个人非常非常爱的一首歌，邓宇贤老师作曲，周天旺老师写词的。哎，翠心花，差一点仔歌名袂记，谢谢，谢谢。
自己姓名拍一拍啊，永远保持这么漂亮，歌声呢保持这么好。大家知道说在这台语歌坛有一个替马的这个歌王丁立清，在这作曲家也有一个替马的作曲家叫做姚赞福。他当时住在台中，那么为着生活，伊对台中呢，骑铁马，有诶讲矿门车，骑到台南去卖瓜来生活。个另外，嘛经常对台中骑铁马，安尼搭到台北来卖瓜，安尼叫我到生活要赞好。在民国二十年，姚赞福一块非常唱的歌，也是他的代表作《悲恋的酒杯》。这个歌呢，到了民国五十六年，把改作华语的歌曲《苦酒满杯》。在了夜晚，咱非常的福气，邀请到这块《苦酒满杯》的主唱来到现场，一旦呢要唱《苦酒满杯》。甲悲恋的酒杯，咱真正有礼服，咱互相欢迎，谢礼，苦酒满杯，悲恋的酒杯，谢谢。感谢好。Oh,
着烧酒香，花花世情，一切那美梦。哎呦，哎呦，第一次惨，失恋啊。谢谢。谢谢，谢谢大家鼓励掌声，多谢各位来宾的捧场。大家好，我是谢雷先生。我是谢雷，刚刚贾雷对吧？我是贾雷。哦，真歹讲，我的名来自行的。我在香港刚刚跟杨颖演唱会回来，香港广东话谢雷讲个坐咯，客家话我歹听我就车咯。我今天真欢喜有这个机会在这跟大家见面，因为这个老歌台语老歌演唱会我好像没有参加过，这一次是非常特别，因为是许石老师的纪念演唱会，所以特别来参加这个晚会，希望温良白的歌曲，我说要说台语啦，我说台语说不好使，希望大家会当介意对吧。我多少唱苦酒满杯的台语叫做悲恋的酒杯，但是我后面又唱苦酒满杯，你觉我唱台语比较好听，国语你们好人。对了，这样说就对了，继续唱一首也是我的代表作《救国英雄》。谢谢。
爸心事无地讲，请来酒国做英雄。干杯，干杯，尽量喝大，莫阁想过去的忠诚，故乡无路用。出笑容，最后来好好行入梦中。明日一来又还是一杯寒凉。多谢。酒过英雄，不是我，我不要饮酒。干杯，干杯，尽量喝大，莫阁想过去的忠诚，故乡无路用，变出笑容，最后来好好行入梦中，明日一来又还是一杯。换了我，谢谢谢谢这么多的掌声，多谢各位来宾的拍手啊！《酒过英雄》是我改编唱台语歌，一首代表的歌曲。其实我都不要饮酒了。啊，见像唱酒歌，什么苦酒满杯啦，什么的酒狗英雄，我一杯就醉了。这次呢，是因为许石老师的这个他的歌曲的演唱会，我讲跟许石老师的这个有一个缘分，我差一点很早就可以唱台语歌，在我唱那个苦酒满杯最红的时候，我伫台北艺环，我有开一个唱片行。就是阿哥哥唱片行，啊，恁拢少年啊，恁不去啊。迄个时阵呢，徐老师来找我，伊甲我讲哦，有足侪歌，伊歌我足介意啦，有我足侪歌，啊，萍水相曲啦，吼，锣声那响，啊，迄个夜半路灯，啊，佮迄条什么，我爱我，反正很多歌我很喜欢，但是呢，迄个时阵我跟海山唱片公司有合约，所以失掉这个机会。因为徐老师他不会随便提歌给人唱，所以很可惜，这个是一个遗憾。那讲到安平追想曲呢，我想到一个资深的艺人，也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位，在舞台上非常活跃，他从年轻到年纪大都非常的认真在表演，他叫做钟英，有没有印象？安平追想曲他是最早的主唱人，因为有一阵子呢，我拢跟他搭档演出，所以伊拢甲我讲这个故事，伊讲叫我唱这首，所以我即早都要唱《安平追想曲》。啊，伊就甲我讲台词，尤其他的日本话很厉害，所以我跟他搭档的时候，伊常常叫我唱一条伊的《岸壁的哈哈》，哈哈哈，起码是的，哎，又讲伊的，我听无，拢讲日本话无，哎，那个歌很受欢迎诶，啊。所以我有一次我从不知道哪里回来，在飞机上看到报纸，他已经走了。所以很难得这一次呢有这个机会，我要求，这个是我要求来的。我说如果要我参加这一场演唱会呢，我一定要唱《安平追想曲》，你说好不好？所以希望大家慢慢的欣赏，也希望你们喜欢，更希望你们。多一点掌声鼓励好吗？谢谢，多谢，谢谢。心情过红灯又走，风吹金花思情落。
收拢准风，阴心全无通，伊是惊船啊拄风浪。放阮情难忘，心情无地讲，想是惊着海边风。海风无情，笑阮憨。在错乱那心茫茫，谢谢。想起情拢想自己，不知痛亲二十年，思念想不起，只有今时你，予阮母亲啊做围棋，放阮思心里，听不出讲起，有幸有伤心爱你，到底现在是也是啊？是予咱阿的尊严。谢谢谢谢。心肝受定也怨痛，别人有定定，阮是无亲情，今日青春孤单影，全梦都真惊，梦惊的船只早日回归安平城，安平顺情金小姐。等你入港啊，等落城。谢谢谢谢谢谢，感谢谢哥。这我囡仔吼，就听伊的歌。我等你吵我再讲啊，你嘛。啊，拢无变，一旦讲三不变呐，吼，都只歌声无变，体格无变，面嘛无变，哦，谢你，咱个也拍一拍啊嘞。谢谢谢谢。拄只所听的安平对唱曲，这柯石老师所做的，这伫咧香港呢嘛非常的流行。另外，柯石老师做另外一首《南都之夜》，这伫咧香港呢有甲改做华语歌曲，或做台湾小调，当时嘛有改做广东歌。好做旧梦旧欢如梦，这个时候表示这个歌有真情，才有可能呢啊改做广东歌。可见呀，这个好的呀作品呢，绝对是真大的影响力。在民国三四十年，
咱台湾乡土的这个歌曲呢，有分作两派，一派是呀口罩的这个民谣派，个另外呢，一派是杨三郎，伊是算流行歌派，因两个是同年纪，啊，拄只吼，然后讲讲因两个是姻亲的关系，杨三郎。那杨三郎先生伊的作品呢，非常非常的多。伫咧今年有得到金曲奖呀，特别贡献奖，报到歌后记录下。伊也当讲是唱杨三郎的这个作品的一个代表，比如讲迄首《万里扎归》，这就是杨三郎呀代表的这个歌曲。那么报到歌后记录下呢，也伫咧民国也四十年进入歌坛，到即卖呢已经是超过一甲子，超过一甲子吼。也刷落去呢，要安排一个也真好听的歌曲，这也是也名音乐家周天王伫咧五十年代的一首有代表性的歌曲，叫做《西北雨》。咱即卖对伊最热烈掌声，欢迎报到歌后记录下所唱的《西北雨》，谢谢。不将诶，甲囥上后壁。你知影虾米原因无？啊，对少年，你一直唱唱唱，唱到我上头。啊，所以吼、
大家拢足好唱歌，足大牌。啊，要搁囥在上头后壁啥？较侪囥在遮拢无人讲话，大家拢讲公平，对不对？感谢各位在座爱好咱台语歌曲的观众朋友，大家来听咱这个节目，听咱的这个暗会。啊，其实哦，今仔日你甲看，后少年的老的较侪，拢是唱咱台语歌曲。相信在座各位会当会听到迄个陈思安甲蔡依德有两块新歌，伊的歌以外，拢一挂怀念的歌曲。相信在座会当啊听啊真过瘾，尤其是我这个老的唱骨较旧歌，啊，所以讲吼，咱在家各位贵宾的中间，哎，我真歹势，我真还蛮讲话吼。咱在座吼有咱的作曲者，比如讲周天王先生、李林秋先生，啊，甲叶俊麟先生吼，啊，甲邓宇贤吼，啊，搁有许先生、柯九先生。因一寡作曲家、作曲家即个前辈的公主，哎呀，千金拢来伫咱内底，请大家来鼓励一下，谢谢。感谢您，感谢您。因为我有听到即个消息，所以我即马在遮台顶安尼吼，感谢啊，即、這个咱的即个前辈，就是讲民族史家、民族曲家。诶，即个第二代吼，啊，大家拢伫即个所在来听咯，啊，咱的古歌，听咱怀念的歌曲，啊，我拢会唱啊，各位即个作词家、甲作曲家的即个歌曲，所以我利用即个机会，非常非常甲恁感谢，感谢各位，感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我想原来一直要讲一句话，即句无讲袂使。啊，靠恁甲我捧场啦！恁若互我抱个声，我才有信心阁出来唱歌。无我吼，足歹势。感谢恁，感谢恁。我若唱了唔好，恁应该袂甲我计怪才对吼。啊，阁一项我有一个缺点，我确定啊唱唱，我会走去头食水。因为吼，岁月不老人，年纪侪啊脑太大，所以我会开确定偷早去食饭食茶吼。我即摆来唱一段，哇！拄只咱的主持人吼啊，即、這个文基先生讲过，即、這个柯九先生甲尤三龙先生是一个亲戚，啊，所以呢，因两个歌曲拢足够做，做甲真好听。好啊，我即摆来唱一段《秋风夜雨》，这是周天王老师甲杨善乐老师所做的作曲甲作词，谢谢，请你多多指教，谢谢。
感谢你，感谢你，感谢你无去啊！来听我唱一段《秋风夜雨》。啊，我即马含慢讲话，我能够来唱歌给伊。我即马唱一段《孤鸾花》，请你多多指教，谢谢。为了也表示感谢各位沿岸的这个捧场观赏，等下所有的歌星呢，要来大合唱。